到案，那现场查扣电脑主机、手机、WiFi 分享器、人头卡以及吊带手册等诈证物。那本案经初步清查，已经有6名被害人遭到诈骗，那遭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以上。那全案讯后，依违反刑法、加重诈欺罪、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等罪，已经台湾嘉义地方警察署侦办。